蔡老板在那唱歌啊！哎呦，是哦是哦，这都又轻松了。好了，非常欢迎大家进来，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大家今天来到我们芒果青山，刚来成为一组芒果青山，今天是广西南天秋啊，这个安康雅人第一站。
我们呢今天在现场呢，大家呢共同来期待呢，我们的林安壮剩下的药呢，也是我们呢要一起来闹进暗访哈，万华地区。但是我们的庙口前面的看到这几位的吗？不是九班，好，这几位呢是我们的庙会界最有名的，我们的庙会英雄联盟。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因为要化身这个庙会英雄联盟，我们要主持，有没有？又要再吸收更多的东西，更贴近了我们这个在地的文化。没错没错，在地文化就要靠我们的五月活动的去宣传哦。当然啦，除了呢这几位之外呢，还有旁边这位呢，他郑重介绍我们陆子老公。对，马上马上叫粉。欢迎。哎，大家好，大家好，下午好，好，今天我们又是我们夜巡暗访的第二天。大家看看有我们直播的幕后的一些画面，对不对？哎，什么时候？我们不是就在楼上转播？你有偷拍哦？哎，不小心被偷拍了。我们又被偷拍了。还有呢，我们昨天晚上去这个夜光龙哦，夜光龙那个超厉害，夜光龙的画面有没有看到照片？哎，对，昨天有看到我们发的照片，对啊，非常精彩，本尊的照片真的很漂亮。是的，所以呢，这几天呢，在我们的万华青山王记呢，哦，想要看到更多的这些幕前幕后的这些动态跟资讯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几个的粉专。来，我们 Ruby 的粉专是什么呢？高高抬头，然后我就遇到了，我就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关于他的两个弟弟，你知道是什么活动吗？他说他知道，他知道，而且他大概跟我描述的也是正确的，哎，因为他有一个台湾的朋友帮他带路，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个文化传播的走进，哎呀，对，不得了，好，非常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后面转到里面呢，我们呢再来看一下我们八阵寒风哈，那也请导播呢帮我们把这个还是什么画面的，请到我们的对面来哈，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八阵，厉害的画面又要来了，好。那这是一张方阵寒风，方阵寒风现在呢，我们的新派也很多人就是这里呢在做竞争啊。竞争呢，就是我用这个呢，音响组的拔出，只要你是人的，好吗？好，是的，要讲礼貌，讲礼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好之外，应该说脱帽之外，哦，其他只要你是笨笨的人，好，到底怎么讲？没有错。然后呢，到了三，不要外人，别怕，虽然只偷懒，因为这个不算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的同事，跟着我一起来恭喜我们的王姐的新卡。好，庙会呢，我待会儿要请大家大号玩家，你们玩大号。好，来，那先请大家跪下哈，请店内所有人全部跪下。现在呢，目前的店内呢是由我们八将团的团长关东团长呢，哦，来向我们林安壮禀报这次参与的哦出将的人员名单。那将由呢这八位哈，哦，然后跟我们的刘公子一起哦来唱吧。恭听光月。好，第二天的活动呢，即将正式开始。
即将到外面来准备呢，来为我们今天第二天的暗访呢，来这个护卫我们今天做我们的圣驾哦。那稍后呢，我们今天做我们的圣驾呢，将在四点的时候呢，要来领驾哦。那所以呢，请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大家待会呢，陪着我们一起双手合十，来恭喜平安之王的绕境仕途的万华地区。这个喊班非常重要的案子，不喊是不能出门的，对不对？对对对对，还生活大家听着，对不对？这个神像呢，就是来呢协助呢平安之王呢一起呢要来护卫地方哦。是。好，来我们来到外面呢，先让里面的空间，让我们教官人员来准备。那刚才如果大家有在我们直播的画面上，或者是我们现场弹幕呢在看的话，会发现教官的人员他们在做一个动作，就是拿这个班人就可以捧哦。那这次呢，为了王爷来服务，为了我们平安之王来服务呢，一定是要全身要克去一些杂秽，而且好像听说要吃素了，没错，那教官兄弟非常的辛苦，要吃素净身哦，包括我们的这个八将的将军也是，仲他好像也是，没错哦，对不对？因为呢，在传统上呢，有一些需要避免的或防止的事情呢，我们都希望呢，透过在宗教科研上面呢，让大家可以呢尽量的达到呢神安人安和敬平安。哎，这个要回来了，我们也知道。待会呢，我们要来等待哈，我们良辰吉时四点整的时候呢，要来恭请我们临安尊王哈圣驾来起驾哈。那同时呢，这边呢，今天呢也有邀请到呢这个地方官员呢要来长官们要来陪同，对，来掌教哈，对。那到底是哪位长官呢？先卖关子哈，待会呢我们再来跟他报告。是的，是的，这是舒压小物委，对。我要说一件事，我刚在直播的时候，大家一直跟我讲说，那我在网络上面买好像比较便宜，还是我在网络上面买有山寨版哦？我不知道，可是我只想说你要不是在蒙甲新山中的我们的那个粉砖上面连接买的话，你就要到现场来买，因为到现场来买，还有在我们粉砖的连接这个买了的呢，就是帮我们的尊王加 P U U 好不好？在外面其他的网络买的不是哦，不要。而且呢，你在外面买到的东西呢，其实我们要买的不止它这个形体，还差我们的这个卢比挂这个位置就对了哈。它等下有出去的话，就是要像神将一样走了。你们不要拿剪刀来，记得给我剪。到了红毯就是把它剪下来，来来来，我跟你讲，我这边呢，如果你要挂这个饼的话，我要请探长过来教你怎么走。来，神将步吧。这探长会专业的，你知道吗？对对对，你看哎呀，快了快了，丢。你等一下就跟那种唱老歌这样一前一后这样走出去就好，在我们林安庄叫前面就这样走，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吧？两个也用它，没，我明天呢，我们这两天暗访，昨天跟今天暗访呢，都是我们蒙甲新山宫的本阵，是，就是呢，刚刚我讲的四大宣社啊，还有呢，我们自己庙内的教班跟他的团。那明天开始呢，因为是正日，我们的暗访就是呢，要把这个境内所有不干净的全部扫除干净。扫完了之后，明天呢正式绕境的时候呢，就可以邀请所有的有功的公庙神明好朋友们，大家一起到。然后呢，还有我们听说今年卢主跟副卢主也出了很大的一群的阵头，哇，听说上千人，哇，上千人太夸张了，就光他自己就一团的这样子，对。那这还不然，其他同学。好的，那我这边呢，如果要帮大家呢，来那个恢复一下记忆呢，就是呢，我们要请那个子宇来跟露比站中间，对，来，让大家看一下呢，他们去年就是长这个样子那个枷锁将军，pose 排一下，对，就这样，然后我们走两步，我们可以先出发了，枷锁将军，来，跟上咱枷锁将军来出兵哦，流量密码，是流量密码流量密码，就不回来哈，拜拜。右转右转庙门在右边哦。好了，被藏起来是吧？好的好的，来再回来。是。来，在我们旁边这位呢，欢迎我们庙会的流量王我们的人气王蔡小贵。真的很高兴，我这一次又能再上来，你知道吗？我已经连续大概快十年了。
当主席，咱朱立伦主席莅临咱艋舺青山乡的现场，以及咱三级的候选人，咱的蒋万安啊，市长参选人莅临，我们再来个掌声鼓励，大家欢迎。欢迎欢迎，开水两位来，欢迎欢迎，谢谢。你不能拿东西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呢到里面呢，我希望来呢，请我们的长官贵宾呢，哦，待会呢一起呢来恭请我们艋舺青山宫临安诸王呢，要来圣驾起驾哦。那在这边邀请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大家呢，哦，待会我们庙外呢，待会大家呢一起哦。来，我们先啊，致上最深的谢意，那红绫半驾啊，给主席跟市长参选人，我们万华区党部郭继凤副主委特别准备好，不是在上面，不是在上面，赶快，哎，所有贵宾都给哈，这是我们纪念商品哈，那哎来，还有黄皮锦炉，我们市长部主委。那今天也来了很多的议员候选人，包含我们的郭昭炎议员、吴志刚议员，还有好应小薇议员啊，非常欢迎所有的长官、嘉宾哦，弟弟华江里里长啊，杨华忠啊，还有是啊，不见到这个主席我就没有你厉害啊！来，主委。也非常感谢的所有的长官贵宾呢，哦，来莅临艋舺青山宫哦，对我们呢，哦，这2022年的壬寅年哦，艋舺青山王祭呢，哦，特别的支持哦跟肯定哦，来共同来参与我们今天呢，哦，暗访第二天，我们恭喜临安尊王呢，哦，起驾大典，好。因为今天比较特殊，因为主席来，而且是我们啊蒋万安来，所以呢，我们青山王身上有一个红绫，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衬托这一个喜气洋洋，特别由我母亲准备了这一个喜庆洋的红绫，来祝福我们蒋万安能够高票当选。掌声鼓励。好。好，谢谢哈，动善动善，好，谢谢哈。那我们现在先进行起驾的仪式，因为今天有一点时间呐，哈，因为距离起驾还有25分钟哈。来，而且这边请我们庙外所有的信众，大家可以双手合十，跟着我们一起恭请平安诸王起驾大典。还有庙内所有人，大家请脱帽哈，麻烦请庙内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所有的管理贵宾，大家请脱帽。恭祝艋舺青山宫青山临安尊王圣诞第二项暗访出巡团拜，请进香。那个没有脱帽，脱帽。恭祝青山宫临安尊王圣诞千秋第二项暗访出巡成就团拜，今日贵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咱台北市长候选人咱的蒋万安，咱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敏锦如，以及咱台北市议员郭昭炎、台北市议员吴志嘉，以及咱台北市议员邱小薇，甲咱并啊北京民族代表一同，与咱本宫。管理委员会助理委员吴清源，咱委员干部一同，议员员请就位，恭向青山宫青山殿安尊王主持云香三拜礼，上香吧，再拜，三拜，进香困扰众生意，历代九天骗法界，诸天束缚莫云来。
大家双手合十，恭祝万家青山中，青山平安之龙，圣诞清修，圣修无疆，圣圣修，香火旺盛，万年香火万年香，青山巍巍，红旗锦绣，平安万家，平安喜喜，观众弟子吉祥新年。就于今年年十月二十一日，万家青山中，青山平安之龙，圣诞佳行。今日与咱贵宾共同主持朱立伦，以及咱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万家青山公主立委员黄清源，台南全体委员一同，万家境内众先生一同，全心积极殷勤拥抱，尊龙圣驾祝寿，万家境内平安吉祥，平安龙尊驾船祝福，立威立节，梦料真行，福报安扬，中堂贤路，下礼迎荣。合望平安，祈愿五福同庙，平安国泰，财源滔滔，财运昌盛。落下众先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顺利，一路顺风，人天吉祥，大千上大将吉祥。接下来有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我们进行献花，献花，请献花献。四季如春，花齐展，芬芳远播庄严地，宛如仙境逍遥天际。接下来，我们有请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来献果。献果请献，高树欢迎土地红，民生无忧心有益，必要临门芬芳开，请回。现在片，我们邀请我们的主任委员，我们台北市长副主委哈，来献给台国。现在片，请献。碧云宝顶显威光，云锦表瑞壮九地，观音地真庆恩德，请回。转听，台湾万家热情。消退，台湾素食不在，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保庇咱大下众先生身体空间所居有关。最祝恁年十月二十一日上风，工作圆满，共同青山平安尊龙，迎三吉祥的献拜，再献拜，三献拜，李晨，谢谢，感谢。接下来，我们有请主席，还有我们的蒋万安到外面，一笔都有啊。来，来，咱在座所有好朋友，今日是咱万家青山宫青山平安尊王第二暗的暗号。我们站在台北第一街三百年的街道，助力蒙甲167年。依照往例，今天由我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往蒙甲青山宫，非常开心，也非常谢谢今天与会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以及我们台北市议员郭昭言，我们吴志刚，还有我们的应小薇，以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共同莅临。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主席，有请。咱万家青山宫管理委员会主席委员吴主委、陈万兄、甲福林，所有的管理委员会委员，所有。善男信女众代表，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仔日朱立伦陪同国民党提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来到现场，大家拍一下手，甲鼓励一下吼。啊，搁有咱万甲地区咱三位议员候选人，甲所有里长。咱最主要就是祈求平安尊王会当保庇全民，
平安、健康、快乐。尤其这几年来，疫情造成咱整个马家地区、咱民众的伤害，咱拢期待林安尊王，尤其下当，和疫情早日结束，下当和大家平安顺遂。有一天，咱拢唔免戴口罩啊！啊，最主要。咱马家是会当讲，大家会当大赚钱，生意会当恢复，经济会当复兴。咱所有地方上重要，观光客拢会当来到马家，这上重要。这嘛是咱蒋万安要参选台北市长，要将一个旧的城市变一个新的大都市，变首都会当重新恢复伊的过去的功能。这是蒋万安。参选市长上重要的目标，去年我阁会记得甲万安做伙来遮参拜，啊，这回呢，伊来参选台北市长，伊的各方面的条件，无论伊的能力、伊的学历、伊的经历，拢是上好的、上赞的。啊，对台北市的爱，对台北市的未来，伊的规划，我相信会当彻底来改变咱的首都、咱的台北市，好一个少年呢。有国际观，有经验，阁有能力。下未来，咱的希望就是蒋万安做咱的市长。我相信，伊就是上好的市长。后回啦，过来参拜，我就是陪同咱的新的台北市长来遮参拜。大家好，好，大家好，好。啊，阁有咱个这回提名的地方的议员，无论国造员也好，咱印小伟也好，今陪同的，啊，阁有咱吴志刚议员。啊，各有无到现场的钟小平，这拢国民党提名的议员，每一位拢会当顺利高票当选。咱的里长拢会当继续来服务地方，拜托大家支持。咱国民党上爱台湾的政党，上护台湾的政党，为咱民主发展的政党，咱共同支持。感恩大家，多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主席。啊，支持蒋万安，万事拢平安哈。那我们也希望当选市长后，一定要会对于诚信仰这件事情，给我们蒙甲青山宫林安尊王最大的支持跟鼓励。这两天青山宫自主筹办的青山王祭，引来了我们台北市整个万华区很多经济的繁荣。台北市第一次的无人机以及烟火秀在蒙甲的上空飞扬。当选市长后，希望我们万安也能够帮忙青山宫。能够透过啊这一个青山王的品牌，能够为蒙甲的经济再造繁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台北市候选人啊，台北市长候选人，我们蒋万安，万事拢平安，祝下个高人姐欢迎你，来，谢谢，谢谢，感谢，咱今仔日蒙甲青山宫的王主委啊，国民党咱朱立伦主席，现场。郭昭炎议员、印小威议员、吴志刚议员、钟小平议员，阁有咱在地足侪里长，啊，现场所有乡亲士大，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是蒋万安，今仔日足欢喜阁来遮，甲大家请安，甲大家结缘。首先，我爱感谢咱主委，伊对咱地方贡献足大，哦，带领我们所有。青山宫的委员干部、哦、一直服务乡里、哦、造福民众不遗余力、啊、今天是我们青山祭、重要的活动、哦、所以我今天来再次来到这边来感谢我们林安尊王特别是过去这两年来因为以前的关系都保庇我们地方的乡亲很平安就健康，所以今天来也要拜托咱林安尊王继续保守咱地方的乡亲、哦、平安顺利，身体健康。其实万安，我伫台北出世大汉的台北囡仔，过去的台北是全台湾上好野的城市，但是即卖的台北煞变成上旧的所在，所以未来。把咱一定爱替咱地方拼经济、拼发展，大公好唔好？好。特别是为咱蒙甲青山宫办的，比如讲今仔日的青山祭，
夜访的活动，未来会大力的支持协助，来让我们在地特有的宗教文化得以发扬，让更多的乡亲可以了解，可以体会，可以热爱。我想也带进更多的人潮观光，带进商机，提升整体的经济发展，让我们万华地区所有的乡亲都可以安居乐业，打个工，好不好？所以未来拜托所有乡亲时代，让我有机会出来替大家服务，为大家打拼。这次的选举，我们一定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哇，年轻人出来替大家打拼，大家好不好？所以未来在我们地方，在我们网站，你若是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问题，都别客气找我，我绝对全力替大家服务，为大家打拼。今天在中华义又来这来青山宫参拜，拜托咱青山宫让您安尊王继续保护咱地方的乡亲，祝福我们活动圆满顺利成功，祝福所有乡亲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大发财，感谢，谢谢，谢谢。我们掌声来谢谢我们蒋万安，感谢蒋万安对咱青山宫未来的承诺，对新民的承诺。那我们当然，我们还是要为他加油一下。蒋万安，共帅！蒋万安，共帅！蒋万安，共帅！万安，万安，万安，共帅！共帅！共帅！谢谢哈，那我们再次的用掌声谢谢主席，也谢谢蒋万安莅临艋舺青山宫，站在台北市为有台北第一街的起头。我们从这里开始，希望打造不一样的万华，不一样的艋舺。谢谢，感谢大家。现在有请，我们现在先联访，我们先进行一点联访时间，是吧？你们在联访，现在先联访，没有吗？好，现在哈我们把台湾的庙会网红全找来了啊。我来问一下，问一下，好，来来来，来哇，在位啊！来，台湾的庙会网红都在这里，来，安导、就医师、护理师阿贤，还有我们子怡，还有啊，在哪位呢？好。郭总，拍摄音，我靠，你访问，用共的，好不好？拜托。啊，所以我说外面不是要联访吗？他、又告诉我没有。主席联访。主席联访。他刚刚不是这样跟我讲的、赵丹兄弟跟委员合照一下，先拍照，拍照，口罩可以拿出来。是委员，你六，谢谢，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三天辛苦了，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可以来个自拍吗？好。好，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要请假。今天有万安万事拢平安啦吼，我给大家一分三十秒拍照好不好？真的了不起了哈，人气王哈。都烧掉了，你仔细打造的。那时候是好来，我们现在准备请摄影师往外移，李月琴给你。今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二夜的暗访，今日暗访要巡游咱伫龙山区，由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咱台北市长侯选人蒋万安、台湾万华青山乡发展协会主任委员吴清源、咱台北市议员郭昭言、咱吴志刚、李小威等。民众者，放假青山乡青山立安市龙山乡里长。倒数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请起驾，恭送万家青山宫，青山临安尊龙圣驾，进行咱2022年万家青山宫第二暗的暗访。出巡，好友帮家庭平安顺遂，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恭送帮家青山宫青山临安尊龙圣驾，起驾！恭送咱帮家青山宫青山临安尊龙圣驾，进行咱岁数年年第二暗暝暗访，好友帮家庭事事如意，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在机场，咱今日有票花，加油！掌声万主席顺利过关。在机场，咱今日会平安顺遂，平安顺遂先生代表，万主席，恭送！你们都白龙也可以。青山宫，青山宫，白龙都看到。小孩子往前挤啊！好，差不多了，拜托一下。站两边，不要站中间哦，站两边。
来，麻烦站旁边一点，好不好？拜托，不要站中间。那么起来，从那么起来，从那么起来。老板，好。太贵了，他贵了，他几个呀？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哲生哦。我现在人在台北市万华区西园路。刚刚进行的是2022年壬寅年的艋舺青山宫临安尊王圣诞庆典活动的第二天暗访。暗访的区域是北万华，西门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来参与辅教的有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以及他们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还有一些市议员候选人，好，比如郭昭元啊，吴志刚，然后叶小薇啊。现在是2022年11月14号，现在是下午4:15哈。那我们临安尊王已经展开他今天第二天暗访的行程。好，我现在到龙山寺去等青山王的神教过来哈。我们待会见。